收益越来越好。我真卖，卖，还卖那有啥呀？反正接下来都得来。我们给弟弟吃。哎呀，害了不过少几，只少几的，卖了不过多几两的。咱们吃了，在家里吃了很顺。你别着急，吃黄了没有劲儿。哎呀，我不太知道，我也不能按时着。吃提回来了，我叫你看看，看看手里效果行了呗。行了嘞。我说你也可以卖了。那你试一试，一个人卖。咱俩就修理。不来。哎，修理还挺好的。还有啥毛病？跟他分地呀。外行，我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别看不正常，我给你爸妈那个看也挺好，是的。对，我家这个好看吧？你看我这好看呗。你家这好看啊？你晃晃看结实呗，皮的结实呗。我这房那没灯。也对，那这样有桌子灯。没有啥毛病吗？就一看。没有，这关键是这外美呗。外美，关键是花钱呗，是。是你看你这个车把卖这花这个钱把卖2000块钱卖不到。但是你家说的有道理，是呗。你花这个钱吧，你可能就是卖这个钱吧，可能花这个钱买不了这样吃的。反正这个人能遮风挡雨，以后人不叫你开，这个钱我开，你去那让我给当司机，我拉掉你。不是啥，这个灯准没坏，这个灯还是咱旧灯，你看这花的，你看这掉的。我跟你说，这个灯没有坏吧？这个命。你不是，你看见了命啥命？这个灯它都没坏，他说坏灯坏这个坏那个，这个灯都没坏，这个灯得100。里头坏了，光怪他说壳没坏。你知道可不理对光一个这样看见了没这个里头东西坏了这个门坏了那可能人家这是一套里这能坏了一套哎啥都是活的这是坏了吧这你能行了这是坏了吧这个坏了吧这不都坏了啊这可能怎么坏我说里头不还能贴个名字里吗里头不还能贴个名字里吗那里弄不好了我跟你说也不值，那这地儿你他就贴的是拧了，我你就成弄着真。这个贴着不是，这个是确实是磨火。这个准磨坏，这个哎，我跟你说吧，弟夫，这个他这个磨坏，这个要不还能贴的拧啊？这个肯定是这个地下柱口不上有贴的过拧。他把这个掐实了，这个磨火，这个是磨。啊，你这个又磨坏，哎，这个也磨坏。我定了，过两天换。再弄个粗铁子了不是啊？这个太细。粗铁子，我这可结实，粗铁子太明显。我这个你不仔细看，你不把头看，你看不见，知道了没？这个不是磨坏，还没着火嘞。过两天着火了我再换。俺不着磨。俺主要拧了，主要我拧挺结实的。没有没拧，都坏了。这不是这都坏了，就这个过两天我换，知道了呗？你就说我给修这小屋行了呗？行了，猛起来看啊！猛起来，这一拉拉的喷这个梯，这你喷嘞？哦，我梯能动手修嘞。不是喷这个梯啊，你不来喷？你看咱妈还鸡巴说，大家这还夸夸说你喷的梯好，他给我要了气儿，不多的，知道了呗？妈，这个灯没有坏，这个前面这个没有坏，这个没倒，只有剩个天儿了，大灯没有坏，这个不坏吗？这个坏。坏了，这个也没坏哈，这个坐这个小灯也没坏，这个灯，那个，那不这个天，这个起码也没坏，没有坏吧？这个，你光要那么多，这东西都没坏，都没有配那个坏。这个坏了。哦，这个坏了，我知道这个坏了。你这个镜坏了，这个坏了，这不都坏了啊？对啊，这个坏，你直没坏，大灯没坏，这个大件都没坏，大灯有鬼，你都没坏，这个桌这个又没坏，大件这天子这个。天子这个大件都坏了，大件都坏了，大件坏了，坏，换住了，这剩了还可以，这个雷尘也没坏，这个雷尘也没坏，开了这个雷尘桌，这不是还坏了？这不是，这个旧的都给我安上去了，这个雷尘也没坏吧？你花钱，你能花那么多钱？那个雷尘不用换，那个雷尘啊，不用换了。还是我是要不能换，你不用换了，你都别给我要那么多钱，是呗？我哪给你要那么多了？你差不多，差不多呗。关键是我要给你几百块钱，又你要一开始给你两天，后来又给你了。你
并给我，你那气儿，你说的是多推烧不？你并给我。多推烧不？你那东西都没有坏，你家这个啥？你家这个没倒货的，倒货我都坏了。没倒货的，没倒货的，正在运输中。你那红三分黑的，文华，不是，人家确实没倒的，有的倒的，倒的早。我这点开会的，最起码我能拉你，能遮风避雨的，不行你是风吹日晒的，是呗？下雨不用让你骑电池的，我能拉你的。人家这个订个货的，我订的，你倒了都坏了。我就叫你看看，就是一大院一开，行，我跟你说，你看不见的，你像那个灯吧，你看见了，里头坏了，都看不见。你叫我看看，你叫我看看。你看吧，不是，你叫我看看，你不是说又坏一个那个水管？雨刷器那个水管？水管在这个里头的，那你看见？你是坏了呀？坏了，不管能喷水呀？叫你看看，现在能喷水呀？一天不是漏水呀？不坏，我给堵了，那是在里头的，你能看见？嘿嘿嘿，在里头你看不见。我操！你看是好来呗，你那个电机坏了，人家这玻璃水壶这个电机在这个里头装了，你看不见，看不见，有时候你能看见，有时候看不见，是的。真的，这回修的相当可以的。